这个李国鼎，李国鼎是谁？他很有名吗？每天开馆十点，每周二，每周二的10点到16点，到周六，那礼拜天就关门了，我又看不到。李国鼎讲座系列。台湾灯会在台北，到2月19号、2月4号，在国父纪念馆，在国父纪念馆，还有台北市政府，东区3000，松山文创园区，信义3000，四四南村。没听过什么叫四世南村？李国鼎故居，李国鼎住在这边，四世南村是在做什么？那我都看不到啊！啊，要票哦！啊，要票我就不会去看了，不会来看了。参观老屋，全票50块，团体优惠，李鹏远弹性展间可出租借。哦，爱情我可能都袂来啊啦，那边情我都会来。氧气功每周一，国定假日暂停9点到10点半，唱歌，唱老歌，最怀念的歌曲，国语老歌、闽南语老歌。哦，这个来看要钱呢、哦。李国鼎，你住在这里哦，住得这么好哦。哦，以前的房子都是这样哦，都是住这样，都很不错呢。李国鼎，李国鼎，你要加持我，你要保佑我，让我阿弥陀佛。这里是什么街？兔年，大人家的人，2月5号的家里，家里吗？家里是5号吗？今天早上10点开始，在杭州，写的李国鼎故居。李国鼎，你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怎么会你的故居这么有名？我来查看看。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市府